大家好，我是 Elvis， 今天带大家来到土瓜湾的工业咖啡，也入去了。这间咖啡叫 Out of Office， 入面的装修是以美式工业风设计的，很多打卡位的。店主为了营造美式的感觉，所以特地选了这道楼底比较高去开设这间咖啡。而食物方面就推介大家试一下这个 Dutch Pancake， 记得要早啲嗌，因为制作时间是要25分钟咁多噶。它的特别之处是用了200度的高温去焗这个 Pancake， 所以出炉的时候是胀卜卜噶。而这个 Pancake 是会配上不同的生果同埋忌廉，食落又酥脆又松软噶。另外再介绍一个咸点俾大家。就是这个番茄芝士香料不菲蛋，底层是一个秘制的番茄酱料，用这个烤过的酸种包点住吃，真的好好吃的。最后再介绍这个超级巴西莓果碗，底层是一个杂莓的 yogurt smoothie， 而面头有各种的水果和果仁的。饮品方面呢，一杯就是女子监狱，取名一套电影的，其实入面就是有热情果啦、橙，再加咖啡的 espresso 的。来到咖啡店，梗要点一杯有拉花的饮品啦。这一杯就是抹茶鲜奶啦，它的抹茶味非常之浓郁的。